退役的地铁部件该何去何从？人民行动党市政理事会呢，将在未来的3年为这些完好的旧地铁部件进行升级再造，并带入邻里社区再次服务大众。这项计划能为市政理事会省下约275,000元，并减少多达14,400公斤的垃圾。我们来看记者谢欣宁的报道。熟悉的地铁座椅出现在祖屋楼下的电梯口旁，这是升级再造计划试行的其中一个项目。这个座椅哈，拿来环保，放在我们的电梯的旁边。如果老人从外面回来，要坐电梯上楼哈，脚酸，可以先坐一下，很好。如今除了地铁座椅，对讲机的外壳也可以用来栽种植物，而车厢的扶手则可以安装在公厕内，让行动不便者使用。人民行动党绿色市政行动工作小组宣布将这项计划扩大到全部15个市政会，1500个座椅、600个对讲机外壳、300个 LED 灯盖以及1400个扶手将进行升级再造，能为市政会省下添购新设施的费用。很多居民给予我们意见，关于在就是绿化环境这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那很高兴的就是今天所看到在这个展览会里面都是这一些成果，所以是对于保护环境、绿化家园这一方面呢，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进展的。这些椅子是用纤维强化聚合物制成的，这类材料不容易被再循环，但是通过这个升级再造计划，这些椅子就不会被扔掉，在为它们赋予新生命的同时，也能勾起民众对公共交通的共同回忆。新传媒新闻记者谢欣宁报道。